靠卖豆腐起家，到坐拥半城财产。王石的传奇人生还得从大元朝讲起。当时老百姓日子过得非常苦，为了改善生活，王石南下来到一个叫晋生的地方，开始做了豆腐生意，由农及商，由商到官，家业渐大。其后大兴土木，营造宅地，历时300余年，建成王家大院，五巷六堡一条街，总面积达25万平方米，名副其实的华夏民居第一宅。王是一个姓，姓是半个国，家是一个院，院是半座城，传承28世700余年，曾富甲天下，高官满朝。王氏家族最终给后人留下了这座恢宏的王家大院。